会拥有护甲条，护甲条消失时可以使用腐蚀剂将怪物击飞，目标处于击飞状态。甲板上遇到点麻烦，现在只剩下这只该死的龙族了。龙王还放心吧，龟头，我一定会守护你的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醒醒，醒了吗？真是的，刚来就睡着了。乖，好了，行，你醒了。欢迎你加入学院，成为一名龙者。听起来还……蛇形死士，这是你入，趁你的同伴还没到齐，先去露两手，给学姐看看吧。同伴正在那里待命，让他向你说明任务的详细情况吧。森林边缘出现了龙，汇合时间已经过了，继续等待。喂，等等，哈，跟新来的学弟聊得太晚，听说有失踪的学生，这种事儿怎能少得了我们狗仔队？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可以一起搞个大新闻。新生向您参上。我是学院本部派来的龙血生物，可不同于普通的野兽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哦。只是变异的亚龙，下面你们还在看，快把我拉上来啊。河水好冷啊，搞点木材我们取会火再走吧。既然你都搞到木材了，顺便用它做个篝火出来吧。难得在篝火下重逢，我叫芬哥。灵虽然不爱说话，不过看得出是个，不用紧。谁？Thank you.
我们继续他自己的疏忽。那你去找芬格尔吧，我一个人继续去执行任务。龙族世界吧。入侵者，消灭。终于可以试试炼金部的最新成果了。听说你们遇到些小麻烦，部长让我把炼金工具箱交给你，这是炼金部的心血之作，你尽管慢慢摸索吧。继续畅游龙族世界吧。你个小秘密，这名学生受到了不明来源的精神冲击，最好能找到凝神花，让他稳定下来。这凝神花效果不，看来那凝神花是被什么东西污染了。但想，学院的支援人员会将他带到安全区域的。我们继续寻找其他学生吧。有什么正在污染这片区域？那个人很可疑。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就在前面那片见鬼的沼泽，我好像还被他们缠住了脚，好不容易才逃脱的。快带我离开吧！喂喂，你等一下，没错啊，那个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先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啊，妈，怪我啊！
总算收了个靠谱的学生。持续如那结合此事和龙血生物的出现，难道学院附近或这件事，这些生物的嗅觉比较敏感，如果你能用他们的外皮包住自己，想必对隐藏自身有所帮助。前方有聚集的死士，贸然接近恐怕会被发觉。与屠龙相比，征服凡人太无趣了。等一下，我这里有最新的限量版摩托，507马力，相信可以帮到你。